你怎么看最近有一张移花接木的照片，把葛特曼和洪耀福跟蔡英文放在一起？哇，那个照片哦，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就那个洪耀福个子没那么高。等一下去总统府座位安排在洪耀福旁边，等一下会跟他聊一下最近的事情吗？我也不晓得聊什么，我跟你讲，我差不多五分钟前才知道，我今天的座位旁边是洪耀武，奇怪，怎么那么奇怪的排法？以前都是六度的市长排啊，旁边不是郑文灿就林佳龙啊，我真的特别给我排个洪耀武，我自己才知道座位怎么排的。他是不是希望可以让你重建信任？我不晓得，会不会跟他聊一下，就是化解一下最近的一些误会？没有啦，那哎呦，真的要聊，也不用在那种场合，那只是这那个卡梅拉这样之下再聊。不是，你怎么看？最近有一张移花接木的照片，把葛特曼和洪耀福跟蔡英文放在一起，因为有一说传出是柯粉去照了那个照片。不过那个照片哦，一看就知道是假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洪耀福没那么高，我大概看了五秒就知道，发现这张是假的，因为那个洪耀福个子没那么高。